总会慢慢的与你沟通，陪你一起找出学习的障碍，提供你支持的方法。接下来就是要颁发各奖项的时候了。首先，我们颁发董事长特别奖，获奖的是六年四班朱家栋同学。我们恭请董事长为我们颁奖。朱家栋同学在数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表现优异，连续两年参加国际小学奥林匹亚数学竞赛以及自然组竞赛，皆获得两组的冠军金牌。因此，我们在这里特别颁发这个奖项，鼓励朱家栋同学继续加油，继续前进。Thank you.
纯、许佑安、严玉婷同学，我们都请台中市政府市政顾问萧敬义萧顾问为我们颁奖。
谢。谢谢你的支持。